我是铁道的乡派周老板，在2008年3月15号美术馆内，18:13朝拜车是武夷城之九号信号所做的举光哈。一定的在拜这举光之前，心思自动的举光啊，准备是进通过美术馆内切割观看。这相片根本人都点不到举光片。本次列车沿途停靠新左营、高雄凤山、九曲塘、屏东以及终点站潮州。5134进入海信口操作的一点的加倍距离之间，新式自动的激光啊，准备通过美术馆站。区间车哎，啥意？我329次进入平台去看屏东的业务百行圈了，准备驶进美术馆站。台湾东站人中台要改造，84辆左右买几千的。02883294进入屏东新港屏东的1565，4辆左右买几千的。台湾东站人中台要改造，84辆左右进入屏东的。